每年的三月到六月间是孔雀繁殖的季节，也是开屏最繁盛的季节哦。今天的动物盟主孔雀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，都是十分尊贵的象征，有吉祥、善良、美丽的寓意。而且人们认为看到孔雀开屏更有幸运吉利的好兆头，故孔雀被誉为百鸟之王。孔雀既然是鸟中王者，那么就先跟着我们一起来认识鸟类吧。好，那我们世界上的鸟类总共大概9000多种。那鸟类它们的外形特征呢，就是它们会有全身的会有羽毛，然后呢它们也会有流线型的身体，另外呢它也会有两只脚，就跟人一样，但是呢它们还会有一对的翅膀，然后一对翅膀之外，它会有一个坚硬的鸟嘴巴，我们称之为鸟喙。那鸟呢，它们体型的大小其实差距非常的大。那孔雀呢，它就是它是属于杂食性的，但是它比较接近鸡，所以它很喜欢吃像是虫子啊，然后也会吃一些谷物之类的。所以它的嘴巴呢，就是比较没有明显就是特殊的很奇特的构造，它就是处于中等的长度，然后中等的厚度，所以方便它可以取食各种各类的食物。鸟类全身都披满了羽毛。羽毛不仅可以保护皮肤，更有隔热与保温的功能。除了进食之外，它们会用更多的时间来整理羽毛，让羽毛能保持最佳的状态。认识了鸟类与基本知识之后，接下来百鸟之王孔雀马上就要登场了。孔雀的羽衣华美亮丽，展现出鲜艳的金属色泽之外，极长的尾羽还具有彩色般的光泽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光彩夺目。孔雀与人类有着历史渊源，更有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入孔雀的世界。孔雀的分布环境其实蛮广，它从草原到森林都可以分布。那当然最适合的还是在有蛮多低矮灌丛的地方，有像山地那种地方，因为他们平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爬在树，会飞到树上休息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树木来做遮蔽物。那他们是来自于哪边呢？他们是来自于东南亚那边。那东南亚那边总共有两个种，全世界就只有两个种，一个是蓝孔雀，再来另外一个就是绿孔雀。蓝孔雀又名印度孔雀，是印度的国鸟。雄鸟头上具有羽冠，眼睛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，头颈部和胸部为蓝色，翅膀的腹羽为黑褐色，飞羽黄褐色，腹部深绿色或黑色，尾上的腹羽可形成尾屏。此鸟头上也具有羽冠，头颈部为栗褐色，眼眉和喉部为白色，颈下部、上背和上胸部为绿色，体型较雄鸟小，且没有长长的尾羽。那我们孔雀呢？在野外呢，它属于孔雀最基本就属于杂食性，杂食性呢就什么都吃了。从一般野外的一些果子、种子啊，包括嫩叶啊，这些都吃。再来呢，如果是肉，就是一些小昆虫，他们也吃哦。我们园区呢，会尽量满足。我们主要提供一些五谷杂粮类，这些就是，像有包括细斗啊、碎玉米，然后可能稻谷那些，都会放在一边给它吃。孔雀是属于杂食性的鸟类。在野外，它们会以昆虫、白蚁、青蛙或蜥蜴等小型动物为食。在圈养的环境中，可以喂食叶菜类、五谷杂粮，或是提供一些麦皮虫、面包虫来补充蛋白质。孔雀与其他鸟类最特别的特征就是，它尾巴下面那个尾羽有特化成那种有类似于眼睛的那种构造，就很多很多眼睛嘛，就可能一般人看到，那就是孔雀。凤凰它的原始的模型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孔雀，孔雀飞翔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凤凰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个画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尾巴下面有很多那个眼睛的图案。
好，那孔雀还跟其他鸟有什么不同呢？哎，那就是它属于脖子比较长嘛，然后跟鸡掌会有点像，但是呢，脖子会比鸡还要长一点。那当然呢，它们也是可以飞的哈，翅膀还是一样有。哎，那外形上面就是一样属于五彩缤纷的，因为它们需要求偶，所以跟其他的鸡那些特征来讲的话，是属于颜色比较丰富的。孔雀喜欢栖息在2000公尺以下、开阔稀疏的草原或灌木丛、竹丛的地带，不善远距离飞行，但双脚却十分强健，奔跑跳跃都难不倒它。喜欢在清晨或黄昏的时候觅食，晚上则会选择飞上树枝休息。在繁殖期间，公孔雀有求偶的独特开屏行为。每年的3月到6月间是孔雀繁殖的季节，也是开屏最繁盛的季节哦。